九万安台北市十二个行政区456个里间头头，今仔日特别来拜访上山区的自强、吉祥、新竹、福盛、中正、中仑这六个里，请各位乡亲多多指教。真的相信奇迹，夜夜多么高兴，希望能借由努力困境变好奇，自强里有主见，幸福过五三明天过过点腾高火锅，呼，这里有中国老人教育学会，也有那健康国家，还有严守国债，街巷里有中友国富北路直营店，很方便来往加油方便，还有其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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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共的设施也设置，就是中仑高中台北世界里所，就是吉祥公园，都是高设施，在近距离还有很多美食名店，都最好的啊呜，三姑茅庐台北松山八德店，和庄家奔马游记台北八德店，还有那九堂屋日本拉面八德店，这都是著名美食。国家铁路博物馆有个后段，这后段有旧铁道，还有旧火车，还有台北西欧馆，还有福盛公园、福盛里，全部在福盛里，包括乡亲，台北，台北，台北，我们都要关心关心。无论什么天气，有新来的规律，探望各位乡亲是非常开心，都是用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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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为大家用心，用心。才能帮助大家解决困难问题，提升台北层级，大家给我鼓励，提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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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层级，层级，层级，层级。嚯！南京奢华精品名店，一定行程上去，只有赢马秒，记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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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了公园里面里面，台北兄弟饭店品牌悠久经营，兄弟棒球品牌企业形象凸显，社会责任难得难得难得，企业责任获得获得，另外敦仁公园，还有敦化公园，还有清真公园，都在中正里，威文广场，他的他的他的复兴南路奔乱奔乱，忘记富城肉粽八的旗舰店馆，大有居酒本屋，也都在中仑里，这里很接地气，希望大家光临。真的。